台为破解难题而来的超级机器，就是中联第5200塔式起重机。它的诞生创造了全球最大水平臂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重机的新纪录。它的最大起升高度210米，最大起重力矩5316吨米，最大起重量240吨。3处工厂，超过1000吨的物料，多组人员耗时约240天，这台中国自主研制的超级机器，在全球第一的跨江大桥的建设中，胸有成竹地迎接挑战。